我们今天不是要考验他的表演吗？为什么要鼓励他那么久啊？OK，好，这鼓励够了吧？我们要验收他的表演啊。那我们来出一个关于这个鸡爪的题吧。鸡爪，哈哈哈哈哈！对对，就是父亲出门以后就遇到了意外，啊，去世了。 完了，真完了！你诠释一下你的刚刚的表现是什么？你解释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情确实也是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父亲也是在我拍戏的时候走的。我就想到了，我当时其实我是没有状态的，我没有大哭，我也没有大闹，我就把这种情绪借鉴到这个鸡爪上。 啊，我觉得太可惜了。比如说，今天是有30个人在外面等着，每个人都进来抢这个角色，你就这么淡淡去演，还是你要很特殊的演出一个，让大家都有惊喜。这才重要嘛！你现在只是把你自己人生的感情放到这个角色，没用啊。 你的感情是什么？你没有好好去利用啊，30个人在等呢，你就这样放弃啊？你刚才说的都对，但是你用你的理解，但没有表演到。刚才是表演无感，没有在无感的状态里面，我们感受不到，没有情绪，看不到。其实是体验和体现是表演的两步啊。 就你在生活中，你是有真实体验的，但是我们刚才没有看见你呈现出来。而且你刚才说，其实生活中你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相信你在生活中的那一个瞬间，绝不是刚才那个状态，至少你会很疲惫。我觉得还是因为很久不拍戏了以后，状态会有点生疏。对对对，来个多一点点的吧。 你希望试一次吗？好，我再试一下。培养一下情绪吧。好，嗯。其实就是他，因为他现在好久没拍戏，他没有那种瞬间掉的那个情绪的能力了。很难的。对呀，而且终究很难，而且就是要看他想错嘛，你给补也没用。我学。来，3、2、1，开始。
你冇導演冇咩，你出得要佢自己好難嘅呢啲。係啊，不愧呢，他表演功力不高而已。唔係個個有即興創作能力嘅。好難嘅，好困難嘅。Cut，OK，OK。你为什么要弄一个隐形的冰箱呢？我想把它放到冰箱里。就是你拉那个，马上就已经跳出去你的那个情绪外面呢，整件事情变得不真实了。哎呀，哎，对，刚才我以为你会利用桌面那个汁来。对，我也都摸那一下，我以为我们有设计，这个动作挺好。哎，这个是灰尘。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汁？然后去找那个纸，然后发现那盘鸡爪，我也以为是这样。那个就厉害了，就结果没有。可能你自己的性格是最伤心的时候，就是收藏在里面。但是作为演员的话，有时候你要跟着剧本走，你要尝试放开。嗯。其实子潇也是要跟其他的学员也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次面试，就不像我们真正在演电影的时候有那个片长前后的故事支撑，你哪怕是一个很淡的状态，剧情到了那儿，观众能够 get 到你的那个点，但是现在你刚那个表演状态其实是需要靠你用语言来解释给我们听的，只有把你最好的展现出来。好，我觉得他还需要把我们的话再消化一下，好好的参考一下。那就谢谢子潇的面试啊、嗯！谢谢老师啊 ，OK， 谢谢，加油，加油！现在首先我跟大家讲，我很轻松，所有老师都愿意跟我讲，说明他们真的觉得还挺喜欢，挺愿意去教我东西的，我特开心，我来这就是学东西的，我来这不是为了卖鸡爪的，我现在特别有动力，我现在特别就干嘛？我现在像打鸡血了似的，就是赶紧教我，我哪儿不行你说呀。所以我起码在超一班的这段时间，我希望让自己从头开始的一个体验吧。